亲爱的家，亲爱的生活，I'm coming。我回来了，我真回来了！天哪，李福珠，你真的是个天真、善良、可爱、美丽的小金鬼儿！珠，没有寡人的旨意，你竟敢擅离皇宫，寡人现就将你就地正法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跳茅房？我说，我是一不小心掉进去的，你信吗？哎，你不是已经这么快就恢复了？放肆！寡人乃堂堂一国之君，岂会干出如此荒唐之事？拉倒吧你！那明明就是阮卿想和你成婚，你不同意，所以你……那不过是寡人想吓唬他罢了。吓唬他？猪啊！你是不知道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